需要修改。这个颜色跟它很像，这个颜色好看。橙红色，我看一下，选一个。好像是这个。我们刚试了一下，绿色、蓝色、紫色、粉色。我们还是把八选八个色，到时候再剔除两个色。等下我们这次上新的话，我们就尽量多一点颜色，让大家去选择。好，裙子的话也可以。皮球找一下，在这儿。我们还要改一点，你把形状改一下。那现在我们形状就在那，这个形状就这么定。哇，超好看的，手稿。那个转角的地方，那个圆角的地方，也特别仔细。我不然的话，它剪起来就是变方角了。就是绣花的，绣的这先我们先不要标好哪个是面，哪个是底，他们就不会搞错。每一步操作都比较严格。刺绣本身就是细活，这个刺绣这个数据录入到绣花机里面，让它自动操作的，因为现在绣花机是差不多也算自动的吧，然后交给这个师傅来操作。这个东西是不是要修改？做好了啊！今天也是特意趁闲暇的时间，就是和你们出来玩的时候，所以来想把一些给大家说的话录进了这期的视频，也希望大家能看到我们制作和生产上的东西。